好离谱哦！17岁的少女竟然开启了应招战，这是高雄市的警方查出，有一个少女名字叫做小比，她自称鬼类，利用网络聊天室游说一些国中、高中的少女或是中辍生下海，然后她在设局诈赌，让这些少女哦赚皮肉钱来还赌债。警方昨天逮捕了小比这个17岁的女生，同时她的应招战合伙人丁泰文，另外还有一个马夫，同时警方也查获了3名未成年的应招女，现在通通都依法送办。